林宇璇，林同学，你好。那你这次是用什么来参展呢？这次我是用王朵的字帖，就是行书。行书，然后来参加比赛。那你学习这个书法多久了？大概国小二年级，大概9年差不多。哇，那很久哎，有坚持每天练习吗？就，一个礼拜大概一定会碰大概3-4次，对，3天4天一定会有。哇，那真的要很有毅力耶！是有自己请老师，还是去有团体、社团？有老师在教。一开始，那如果是初学者的话，你会建议是一开始就找老师呢，还是说自己先在家临帖？我觉得可以就是找老师，这样会学习比较快，然后有问题也可以马上请教老师，不用再多花更多时间自己琢磨。了解，谢谢林同学，恭喜恭喜。谢谢。